天仙玉立，拼生立，这叫十字架。那么生命的大能，人之天本是学来的，变成培养的，侍奉神的，天国的永生的这样结果。十字架慢慢背出来，造就来的，经过十字架，头低下来，腰弯下来，匍匐在地，你不离过地，神有的一生有恩典。你是这十字架越重，其他的人注意是若认识耶稣基督，要看见主的恩典。你有十字架，有恩典流出来，有神圣的表现出来，人从你身上就能看见神的形象，就摸到神的恩典。愿意靠近你什么？不靠近你，你是用十字架把恩典带出来，什么恩典？生命的恩典带出来，愿意靠近他，这是个属灵的规律了。我为什么不在十字架底下服服呢？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聪明，我们有眼光，我们有学问，我们有远见，我们有本事，有魄力，就是我们，我们，我们。当我一出头的时候，主耶稣十字架就失去效用了，在我们身上不起作用了，因为没有十字架，哪有救恩呢？没有十字架的，有神的生命呢？是天上生命，不是地上生命。不是老亚当生，是新亚当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只有基督，没有人，一切的愿望一万万的，这人都信耶稣了，在基督里面，统统没有自己，只有基督耶稣自己，是不是的？十字架把人都融化掉了，都化在基督的生命里面。为什么他大爱太大，赦罪的爱、赦免的爱太大，把人都统统融化掉了？一碰见十字架，头低下来了。人人性格融化掉了，学问没有了，图财没有了，财产没有了，什么的地位都没有了。我是罪人，我不配蒙恩典，我应当下地狱。主耶稣，你怜悯了我，我算得什么？服服帖帖的，千千卑卑的，愿意做耶稣的最谬的门徒了。但是真基督徒，这样人身上有主耶稣的形象，有主耶稣的恩典流露出来。这叫救恩，这叫福音啊！可是很多人不认识、不懂得，借着福音高抬自己，借着主的道理、主的恩赐来显明自己伟大、自命了不起，结果呢，就失去神的恩典。恩赐有了，以后的成绩显出来，到最后呢，悲悲惨惨离开世界了。昨天我讲过那个大船的大伯伯要结局了。真叫人失敬的很，成为我时时刻刻的警戒师。你想注意工作，你像他一样，因为他有本事吧，人家口才比你十个二十个也不止，学问也比你大，名声也比你高，影响范围也大，文字也大，你算得什么呀？你看他有点狂妄的心了、啊、他还站不住脚，你站得住脚吗？你能保守自己吗？主啊，可不敢，我是一个无名小辈，我是个奴仆的奴仆，我最努，反击我会，行义写不出来，得罪你我容易得很，一思想得罪你，一开头就得罪你，但是讨你的喜欢不容易了。你个小功夫学几十年还学不会，大学博四年五年毕业了，但是在十字架的大学里面几十年还没毕业。我诚实承认说，我学这么多功夫没一门是不及格的，到现在来说都不及格，所以是不能够升级了，留级留级到现在，他没把我开除了，很好，还在跟着留级班读书。所以刚才我跟秦明说，我在晚上四十年，我和你们一样来坐下来听老师讲课，可是年龄不行了，时间过去了，你想补课都没有法补了，书龄方面不能补课，没有课给你补，你学好艺，学得好坏，这一过去以后了。定论，
事实上对于补课在书龄方面我已经没有补课，以后没学过再学的节目，再做节目你可以再做节目的功课不一样，那意思就不一样了。不是你把从前的亏欠补起来，不是的，从前没从前，你不及格就这么不及格了，你再来学的话重新学，这一次认真学了，这一次能及格了，那一次不及格永远档案存下来了，档案消除不掉了，就这个情况。要抓紧以后今天学好我功课，不能叫今天功课明天学，那就麻烦了。要懂得这个真理的话，你不会逃避时间，你不会浪费光阴，你要学的功课可不敢耽误了，你耽误光阴一去永远不再来了，昨天过去还能回来吗？一辈子回不来了，前一小时过去了也不能过来，前一分钟过去以后也不能再收回来。虽然这世界是往前走的，往后退有道理，我们活在现在的时间当中最重要，谁能把握现在呀？恐怕一万多人有几个能把握的，都失去现在了，后悔人多，能掌握现实世界的会恐怕太少太少。我们做深圳人民前往觉得爱惜光阴，圣经道中说爱惜光阴，不要说糊涂人，明白不知心意如何，你手一撒对不对，心里一发念的话，这时间过去，当初的功没学好，当初的恩典没有得到，你失去了恩典，失去祝福了，在神面前赤身肉体能见主的面吗？主啊，我再到世上去活过一年吗？不行呀，不然将来你不能再回的在地上来，我现在时间过去以后，你把昨天收回来吧。我再过冬天，我昨天时间了，不行了，就过去了。只有现在，明天也不能幻想，明天有明天的路，明天功课有。你今天不报今天的话，你到明天再后悔，今天来不及了，幻想明天你得不到了，就现实抓握机会为主活着。叫我学的功课，我不能把它错过去了，一错过去就完了，收不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个真理应该是很重要，就明白了，就不敢随随便便浪费时间，不敢你妄想什么，对世界都看透了。为什么？时间太快了。从小也讲人生像噩梦，不相信，一年365天，还不过完，还不到过年时候，盼望过年呢。现在的是，真害怕过年。一年我们转眼过去了，说人生如做梦，我不想一想真像做梦一样，70-80年，哎呀，一想想做前的事情，一想的话几十年过来了，你看后悔来不及了。主啊，我想怎么样很好活在现在吧，教学的功课不敢逃避了，以后一错过去以后，我想再学来不及，不可能再学了，功课每天有新功课，你今天不学到明天你成就了也学不了了，也拿不回来了，这是事实摆在面前，这不是理论，这是事实。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心血，一直心血，你和主联合的好，每一天成就昨天学的功夫到今天呢就不一样了，在心面光之下，心的感动之下，你里面和主的交通真有味道，真有光荣，这就实实在在成立，不是人的成立，在神面前知道说我这一天没有空过去，有主与我同在，说要学的功我都学会了，我都学过了，主啊你真好得很，老人把认识主，认识基督太丰富太新了，太真实了，你更要赞美主。可是我们到了主啊，今天又亏欠你了，我又浪费光阴了，我又犯罪去肉体又软弱了，这种道我太多了，不能说主啊感谢你今天一天过来的，你要说的工作我没漏过去，我都学了，这种道路多好的很呢，让内心无愧的。但很多时候带着愧的心躺在床上，孤零都躺下去了，早晨孤零都起来了，一天一亮孤零都过去，像水一夜先过去了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到最后呢什么也不懂得，贫穷可怜瞎眼只身楼梯，能向谁交账吗？你家中称赞你东西娘家的夫人吗？我把你又饿又懒的夫人怎么样呢？不是光摘饼就够了，还有结局了，你到黑暗里去吧，可怕的很呢、啊、那黑暗里是一天两天不知道，有人说1000年我还没有证实，也很可能在神的国度里，不离国度里面，千年国度里面，你不能和神见面，因为你太亏欠神，亏欠你救亡基督耶稣了，你不必和神见面，
亚沙龙为了背叛他父亲大卫，失败以后呢，回家去不能和王见面，有四年时间，他急死了。给约押讲，父王杀就杀吧，我要见父王的面。那痛苦的很，这比斯班痛苦了，的确不错，在黑暗里不能和主见面一样痛苦中的，比地狱差不多，没有把你永远灭亡下去了。长时间黑暗以后，说不清楚他在怜悯的从黑暗出来也是没有光彩了，磕磕连连悲悲惨惨的活在神的面前，那是真不上算的，应该是不是小问题了。所以求主跟咱们青年的兄弟们一点保证你的光阴，为主人活着啊，他在身边的多动脑筋思想，这个是主要做的吗？不是，是主的旨意吗？神的感动吗？多思想，多一点心思在这一方面。世上人变少用心思不要紧，吃顿一年不要紧，身边见灵不能吃顿，灵一吃顿的话，你要把文件失去了，你要落后了，你要是呢，或者要搁浅呢，最后被淘汰，那个可惜，那损失太大了。对呀、啊，都在身边前用心思思想，爱惜光阴，不要做糊涂人的，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跟上主的步伐的。这好几年我跟你个联合，神的旨意永恒旨意是不改变，谁也不能改变，你一往推进也拦阻不了。但有一点是时代旨意往往不是一样，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神的工作发展不一样，就是你个人生你旨意和对方的旨意又不一样，你今天学的功课明天又不一样，做人又不一样。神时代每个时间当中都在时代前面，你注意神作为的话，今天和昨天不一样，他和我这个我和他又不一样，知道主是一的神，不是他的神，是我现在的神，不是昨天的神，不是过去的神，你就会时时刻活在现实当中，和主有交通，有新的眼光给了我们，哎，我们里面滋润，我们里面舒展，我们里面有长进，里面有烈光，你生活变得变化，分工变化，变成主耶稣的形象了，有基督长成的形状，那是神的目的呀。我们叫追求像基督一样，不是要通过成绩怎么样，这身份人是人的群众舆论怎么样，那其实的问题不管了。你说我好也好，我不好也好，对也好不对也好，我心里和主有交通，主的光在我里面，我就够了。没想和主有心态交通，认识我的主，主的原谅我，不管世界怎么反应，人怎么反应，不管他，都活在主面前就够了。在主面就长有长进，和朋友交通，那最大的幸福，生命在这里面都有新的长进。基督生命要和基督联合在一起，或在基督里面，哪怕把自己消失了，就基督在我身上，不是我是基督了，那你里面有平安，有福分，有不就荣光。对，主借助你也把很多恩典，你不要讲不要说，主把你从你身上表现出去。人借助你就看见了主的荣光，就看那位老妇人打打水烧烧饭，哎，就主的形象都出来了。九十多岁老年人摇着点碗呢，看到小朋友掉水里，这有什么稀奇的呢？那他就不一样。你从主的眼看的话，这不是个老人，是基督的仆人。做什么呢？掉水里，他自己吃自己用的，真的吗？不是的，他是找神的旨意，不等于理解了，自食其力，对吧？经验主与我同在。或者是我能自己过你的生活，不要别人服侍我，他有主同在了，就这些看出来哟。这老人有主同在，那么欢喜快乐，那么自然的很呢。吃的饭很简单，好菜不要吃了，我这饭够我吃，够我营养了，你们拿去自己吃吧。这句话简单吗？这可不是客气，他从身份里讲出来了。我嫌我的不是好的营养，不是好的补品，要身体好，我有主同在，这是何不睡觉上单一点，你蔬菜白水喝就够了。真看见主与他同在呀！一个有神同在的人，这个老年人这样生活呀，你怎么能不感谢主呢？这不是你惭愧呀？再看主耶稣从他身上透露出来了，没有高远大志，没有或者是人的名声伟大，都没有，是那么谦谦卑卑的，殷殷勤勤的自己生活一下。把基督投入出来，所以这些话题外的话讲太多了，愿主怜悯。时间已经到了，我题目也没讲出来，你能不能讲完不知道。
民选出去了，肯定都信不江湖啊，江湖就不讲，就不了讲，你们都理解了，圣经摆在面前，朱立方一定找了你领头比我讲的更丰富更透彻都不行，你何时不能有一天讲你们谁我讲我听听了，你们讲我说更透彻的可以做，你不要讲，你不懂得什么呢，他不懂得不要你讲啊，但是我就是不理解，我在这里不是要解释但以理书，为对预言我没有更深的研究，也没有资格讲这卷书，也没有时间讲书里面的教训，我不过是借这个时间呢，把读圣经里一点点的光在我里面的感应提供给大家，做一个线索，做参考，让你们可以从这现在光的反应之下到更深处摸着主的光，从主的话里呢看见你当中的道路和当侍奉的法则，能达到这个地步也是我们的聚会没有落空，但是我没有拦住你的恩典就够了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用多解释，只是把一点点主的光在我里面我对我的感触我诉说出来，能够让大家有个参考，这个目的在这里。所以今天晚上继续看但以理书，并不是要看全书的要求怎么样，更不是看预言解释怎么样。对这一方面，第一个我们也不能也没有资格，也没什么随地量化，我再解释一下给大家我知道的情况。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给我们一点点的光，我先读几节圣经所有中心思想，先跟大家看但以理书第五章，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，我挑着读第一节就是了。第十一节这里告诉你说，在尼泊中有一人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在你父在世的日子，朕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智慧，靠向神的智慧。再看文章第十四节，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，心中光明，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。然后来看第六章第十节，对不起，这里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改了预习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再看到第九章，第九章第二十一节读起，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亚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原来献完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，他直叫我说，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，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你大梦眷爱，所以要思想明白这一下的事和一项。第十章第十一节，他说，他对我说，大梦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到来到你这里。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。本章第十八节，有一位形状像人的，有魔我，使我有力量。他说：“大梦眷爱你的人呐、啊，不要惧怕，愿你平安。”你总要坚强，他一向我说话，
我便有觉得有力量说，我主请说，因你使我有力量。我调出读这些节圣经跟上下文没有联系，但是总的意思说我已经宣布，但因为是个大梦卷外的人，他梦卷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见了很多高超的一项，远大的一项，在神救赎计划之内，很多大事件他的一项都看见，不但自己看见，还被感动用文字写下来，就传到现在。我相信不止现在，永世里面他见了一项都应验，更证明他是大梦卷外。我们很喜欢明白预言的光景，我下午讲过，圣经四分之一多是讲预言的，有预言写在圣经里面，圣经就成一个人不能消灭的书了，人不能够除掉的书。我也讲过，预言是讲将来的事情，是他没有道神从他的仆人接出来的，证明这个话是神从神来的。所以圣经预言是圣经能够存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关键问题。但是谁能明白到预言呢？很多人不能明白，这个应验的还不知道，有神的启示，神不给人亮光，不给人启示，有读也不懂的，到应验到眼前的还不能理解的，有神启示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但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，对预言不能不科目，对预言呢也不能不完全，不能不了解，或者完全了解，要懂得神的旨意。圣经说过了，预言的灵意是什么呢？为耶稣做见证，就是很清楚的。然后证明耶稣，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你必须要多读预言，这是重要成分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，但预言是一个重要成分。就是读预言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是救主，他是永远的君王，他要到世上来作为全世界的君王，在永世里面是最荣耀的君王。这预言告诉我们，所以我更认识耶稣基督，不但是一个救主，他是君王，他要得胜到永远。你不读预言，对主的荣耀形成的认识模糊得很。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荣耀的王，我就不会敬拜他，不会听从他，在顺服上就会有很多差距。认识主耶稣的君王是王，他有权管理我们，是生命的王。我的生命在他手里面，是他的掌管，是他的安排的。你就少发怨言，少走弯路，少背离，少堕落。预言的经义在这一方面。但是预言记在圣经当中，很多基督徒不明白，也不会查考，看不懂的当故事看看，什么意思不知道，所以就糊里糊涂过去了。但因为也是一个平常信徒，和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，他怎么能够明白预言呢？那么其实给他将来的事情把他写出来呢，把他讲出来呢，用他大蒙神的眷爱了。蒙神的爱就把我们其实给他，或者亲爱的朋友呀，亲密朋友把心里话谈给他听，不谈给别人听，我们关系不够密切，我很多心里话亲戚话不跟他讲，我们这些朋友呢，把心里话讲给他听。他蒙神大蒙眷爱，所以很多事情想讲给人听，人不能理解，但这个人蒙神眷爱，懂得是你心意，挺愿意把他的奥秘事情告诉这一个人。不但跟他讲，你可以宣布出去。很多人不是忙忙碌碌，思想纷扰得很，没有心去思想神的话，没有思想去追求神的旨意，我就不能活下去了。不觉得人生的短暂，更不觉得神的审判多威严，生命要经过审判，他不知道。这个蒙神眷爱的人呢，神把他的奥秘宣布给他以后，要他去告诉众人，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，不能光浪费神的恩典，将来要受审判的。那么正要受审判呢，这个是发生，那个是发生，到最后怎么结果，就是预言告诉我们，这一战、两战、三战、四，到最后到什么目的地到了。你要到合肥去，你要到南京去，
不是一步跑到，你坐飞机啊，他们都有站口，这一站那一站到什么地方，还有几站路，还有多少路线，就告诉我们这个情况。语言起这个作用，人到任何地方去不是糊里糊涂去了，要明白北京在南边的，北京在北边不在南边，是不是？90年我在一个地方聚会，有一个姊妹很热情，她没有到外地去过，初中还没有毕业，那么就失学了，在农村里头务农。一聚会她受感动了，要奉献传福音，到哪里？到拉萨传福音。她哭着叫我来感受祷告。我说你，我问你了，拉萨去了就没有去过？我问你，拉萨在哪里？说离广州很近，你们知道吗？拉萨离广州很近，他人在河南这个村里。我说小的村里，你安静下来，你还年轻呢，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读圣经祷告，不但读经祷告，还要把社会常识学习一下，看看地图，拉萨不在广州，是吧？在西边。嗯，他有信心呢，后来就把他揽收，我一直不认这个揽收，我有责任吗？到走那一天呢，要分别通工的一座分别祷告，他忽然跑过来抱着我的手往自己头上揽，这一揽我又感动的讲，我在祷告了。虽然祷告以后呢，我也走了，我没有信心讲可能到拉萨。这样一个小姊妹，县城的初中还没有毕业，到县城去过2次或3次，什么都没去过，拉萨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，还到拉萨看，怎么可能不可能去啊？那我就走了。那是在春节的时候，到阳历4月份了。有一天我打开我的信箱，有一封信，一看从拉萨来的。我就分析一下，拉萨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弟兄姊妹认识，和拉萨虽然没有来往过，从拉萨来一封信呢。我打开一看，就这个小姊妹到了拉萨了，还有到拉萨，在我们的国王还有信息，我没信息，现在还在拉萨。我经常给他写信，他的机票飞过去，已经去了10多年，不是90年去到现在，已经快20年，17、18年了。作为一个童工，领了不少西藏的信徒，农奴占多数，也是中国的汉人去那里打工的住下来的，大概还有。他的聚会当中有3、400个信徒了，另外呢，六大城市打好他们这个贵族的人呢，就这样，就土培训，不是我们正式培训，土培训就土包子一样，用个圣经那出不到的，我打好的6个城市都建立有聚会点，他统计起来，他在拉萨接触的信徒，他一个人带领呢，大概有将近1000多人，就这个小子，你看他神奇奇妙的。我意思说了，他为了地理常识，为了社会常识，但他又感动了。我到拉萨里，怎么缺乏又不知道。他家是农民，穷得很。他教会是农村教会，也没这个力量。他们教会也不会说这拆弹没传福音，没这个托福就，也没这个力量，也没这个普遍常识。但他里面感动，到拉萨里就会真去到。不但去到了。功德没有过效，一个小姊妹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初中就住1年，一学期吧就失学了，就这样学了。他有一线，灵力们的一线超过了他的知识，超过他肉身的知识了。不但去了，把福音带去，我们还逼不上他了。这个小姊妹在那住了10几年呢，带领1000多人信徒住，还有喇嘛的信徒住。早几年有听喇嘛信，喇嘛信的麻烦呢。喇嘛他一举动是代表这个喇嘛教吗？穿的衣服、生活行动都是代表喇嘛教。喇嘛一信耶稣，很容易被别人发现，一发现就到了政府里面，扰乱他们的宗教。他那些结婚的姊妹，他从家乡找个弟兄结婚去，住下来，结果他们就被捕了。夫妇俩一同被捕，小女儿大概是不到9岁。还是留在家里面。他们那边的被捕以后判他有3年劳教，在那边坐监呢比我们这边难呢。为什么呢？国家不管饭，你自己家属送饭去，一个礼拜送一次，这怎么是一个人吃一顿饭不饿死了吗？不是，他们是那个爸爸呀，
就是面粉的不是面粉，破面粉的燕麦粉发不起来的事，一直一直以前一直一个礼拜送七只，你回去下礼拜再送来，冷就是冷的，这样光景，那一个礼拜要送一次。当然夫妻两个都背锅了，叫女孩在家里头也不会做饭，饭送不去，后来的把她放出来，把丈夫关在里面，让她和她丈夫送饭，就这样子过了很长时间，以后满心不释放出来，我的撵出来，不是他们在那边主传道，但他们又感动，撵回来以后不到半年又去了，又丈夫后来她丈夫开个小饭摊小饭店买饭为之生活，一面传福音。他是一个裁缝，不是会做衣服裁缝，袖子不补衣服，西藏人不会补衣服的，那衣服破破烂烂，补衣服站着了，就这样的站着以后呢，把福音传出去了，越来越多多，农民很少，很土的人呢，他们信耶稣的很多，还有汉人也有信耶稣很多，是这样情况。我的意思说呢，叫你里面有一项你超过现实。什么叫一项呢？就是你现在不能理解的，不能明白，没有印象的，忽然就给你个亮光，明白天上的事，明白将来的事，你就能够蒙恩典，到时候忽然应验了，哎呀，真是心大的很。所以这叫一项。但以理他是一个有一项的人，我在进入一趟远处一趟将来一项在神的永远计划当中，他配合上去了，能够配合神话永远的一项告诉地上的人，告诉一些神的子民将来怎么样，你们听神的话怎么样，不听神的话又怎么样，这政权很厉害吗？把你们当王公的对待吗？不要，你听神的话如何如何，不听神的话又怎么怎么样，这个君王管厉害吗？他在神的手掌管当中，是神的旨意，他可以做。他不，他这个当君王，他以前神许可他的，神赐给他这样做的。他的时候一到，神把权力拿去了。对他来说，至高的神在人国中掌权。中心在这一点上，他看见一切，不是罗马墙，不是这个，反正还没罗马的，不是巴比伦墙，不是马代波斯墙，是神的权柄。你当时亚历山大、希腊大王吗？32岁征服全天下，20岁当皇帝，12年征服全天下。兵打到耶路撒冷以后，有个祭司把但以理书拿来给他看，大王了。你今天兵到这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我很怀疑，怎么知道了？你看，哎，先知但以理书写过，公山呀，这是地方了。所以亚历山大很佩服他们，他对犹太人非常善待的很，没有不待他。尊重他们的信仰，为什么呢？看见但以理书先知讲的话，他的预言应验了，他不知道他的神的启示，他不得不佩服犹太教是了不起，所以他没有派他犹太人希腊人，到了罗马时候就被逼派，就是说用他蒙神的眷爱啊，是把很多未来的事情启示给他，不是他属灵，不是他聪明，用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和神交通，他是亲密的，所以把内心的话讲给但以理听了，他就能够宣告，给神宣告，你们应当如何，应当如何。这是我们的神面前蒙恩的秘诀。有很多人问起初什么意思呢？白马什么意思呢？黑马什么意思？很多人问我了，主耶稣说了，那石头在哪？营业在哪里？怎么解释的？我说不懂的。你真正爱主、祷告主的话，不要人给你解释，你不要翻参考书，你灵里会知道什么意思。这时候大灾难开始了，有很多人问呢。我说我也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和诸位交通了，知道是不是开始？我和诸位交通，我看这个参考我是不对，我里面还是糊里糊涂的，不能肯定下来怎么样？很多预言的时候，那奥秘的时候，不但是预言如此了，那说的那个奥秘不是如此了。你可是用亲密交通的，不要给你解释，你自然会知道的。有时候可以灵会，不可以言传呢。一旦知道了，你话语传不出来，不是文字语言可以写出来、可以讲出来的。这样你和神的关系好、密切了，很多圣经解释，你自然有亮光。这是我个人的经历，我想你很多同工们也会说阿门。
我也问过很多苏联的前辈，这个什么节他没告诉我，他想问我，你这张刀痛不痛啊？你就问这样，你和人民关系怎么样啊？你这人还有没有偶像没有了？我这叫什么意思呢？你把你偶像除掉，你和人民关系更亲密了。常常注意交通，你不要问我了，圣灵会告诉你。那我很年轻啊，我当时不答复你，看不就不答复我。慢慢一经历果然不错，我也看看，我说不是不看，要看，这是一求，但是那不是我最终的答案。答案在于是我祷告的时候，和主交通的时候，思想读的时候，忽然的亮光，哎呀，这个是我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奥秘什么意思？意象什么意思？你得明白了。不是要夸耀我懂得意象，我有高超，我熟练了，不是的，明白主的心意，主啊，我可不敢轻轻忽忽、随随便便、松松懈懈，跟着你的啊，夸夸松松跟着你，不能这样吃吃满满。为什么呢？这话照亮我的里面，我太好跟从你，不然跟不上你脚步了。到了什么时候了？其实这个作用在我里面，我不敢贪爱自己了，不敢顾及肉体了，对世界没有羡慕的心了。为什么呢？主的话早已发光了。到了什么时候了？我不能告诉人说你是白马时候、红马时候了，不是的了，就是讲出去也没有用处。都在我里面发出光来，我应该赶快预备，不然的话我要被撇下，我要落后了。就是不撇下我落后了，赶快主的步伐了。别人跑到前面，我落后了，那就危险的。就起这个作用，才叫真正得到主话的益处。所以丹尼是个大梦眷爱的人，是你罗伊把最高的启示启示给他，最奥秘的启示给他，把世界的结局启示给他，把世界政权的发展怎么样发展的，到什么朝代了，还不到时候，他先从神得到启示。后边看的人呢，特别在本国的人民看见以后，就能知道敬畏耶和华，更敬畏耶和华，不羡慕巴比伦，不羡慕亚述，也不想去到埃及去了。一些人犯大错误，就像现巴比伦好，亚述强盛，埃及富有，就是不肯依靠耶和华神。外边是敬畏耶和华，故意真实的圣殿献礼，内心里面呢，总想到埃及跑，想巴比伦跑，所以神就惩罚他们。你想巴比伦吗？你到巴比伦去被掳七十年，才发现哎呀，巴比伦不是好地方，满了无限了，人民这么强暴，没有公平，没有怜悯，等着发现了巴比伦不是好地方，所以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等再从大巴比伦去了，那个埃及上不行了，住了好几百年啊，吃不愁穿不愁，摩西给我领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也不能侍奉神，信仰不自由，但是呢，生活好得很呢，勉强出来了。为了信仰被带出来，到旷野里发现呢，饿了、渴了、累了，又羡慕埃及了。生活在平淡的，没有肉吃了，又埋怨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埃及上不足，所以跟埃及他能羡慕，要想回埃及去，你不希望他的子民呢到埃及去，到其他国家去。这不地上的国家，你的心不能在世上的国家当中有任何爱慕了。我不是不爱地上的国家祖国了，那是人的本分，但内心里说呢，我们的国在天上，基督是我的王。如果你没这个认识的话，你不羡慕世界吗？我们讲很多例子，人家生活好了，人家人生前途光明了，这么方面有钱财有地位了，哎呀真好。你看我跟从耶稣什么也没有，我一个传道的更穷苦的很，没有政治地位，没政治权利，人们抬不起头来都成了，这是我和人家一比，比不上人家，灰心了，丧气了，向耶稣告假去了，到世界去赚钱去了，钱赚来了怎么样了？满足了吗？生病了，钱有钱怎么样了？痛苦起来，孩子忽然莫名其妙死掉了，所以苦的没办，最后还回到主面前来，世界并不好啊，房产并不好啊，经济前途并不好啊，才知道说，那这就苦的很了。才真是乐意的，甘心乐意回到主面前，愿跟从主走世家道路，这个有味道啊！在主的面前，外面是苦，里面是甜，外面不难，里面有主同在，那比任何亲友都好得多，一点也不错。外面很卑微，里面崇高的很，我是天上的国民，世上一点智慧比不上他，奥秘隐藏不了他。从里面看见，从里面更高，从高处往下看，
你是从地上往前面看，周围一看，人多得很，接待机器要挤不出去了。我在天上面，这一看见人的一切了，因此不羡慕地上一切了。为什么呢？里面有心亮光和主交通了，语言、趋势、感动都起这个作用。灵恩派说了，做一梦看一线，我不否认有一梦有一线，但是不是人求来的。我个人经验，我有一线，这一生没有一线我走不过来，不是我求来的，什么是我过不来了，我生不过了，想不通了，要拐弯了，要退后了，生怕我耽误时间了，把我落在撒旦网络里面，给我一线把我转过来，惊醒我，你不能往前滑了，不能往那边跑了，快回头吧，起这个作用，要回转过来，来到主面前，跟随主，起这个作用。有时候有问题不明白，但是不是明白不明白的问题，那是小问题，而不明白会走错道路，会落在魔鬼网络里面，或者给我一梦，要吃惊的很，这不是偶然的，叫你惊醒，不敢消化时间，不敢跟人走了，回到主面前，起这个作用，保守我不往中走错，保守不失去主的恩典。这是一项一梦起的作用。但是很多人说一有问题求求一项吧，倒不到我一项来了，被贴了见什么是我想，叫我上个那个老子那样，那是一项，是个一项，怎么那样一项呢？中国的话不通了，他叫我一逃就平安呢。诸葛说你病要白水，病要大火，那可对呀，来听外边的话，我要走外边路了，我能逃，能逃掉，逃掉以后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呢？主还能给你交通吗？你为主做见证吗？做不就见证，我这个平安的，我逃不了平安，这个见证不能造就人，不能荣耀主，不叫做个饼饼白碎了，做个鱼瓶打破了，你的香气不能包在里面，饼不白碎，别人不能因为你的造就在一处，才懂得哦，这主的旨意，我顺服主，有时候在磨练，是不错，做磨练，被白碎了。鱼瓶打破了，你的心也保不住了，但是呢一打破以后，我是里面保不住，外边的香气流出去了，啊，不能不承认说我信耶稣是真的，不承认我的信仰不是唯心主义，真有耶稣存在，比如说他给我的待遇，我的遭遇反正看不可能领受，不可能这样平安过来，你受不了，可是我平安的过来了。聪明不快的人受了，他不能理解，是个人不可能到这样地步，他这个有神，他是信耶稣的，耶稣是神，就是这一点。所以我身上很多神迹奇事呢，我给这个彼得弟兄说，眼睛瞎了，耳朵聋过，右脚趾头呢从中压断三个半指头，这个激光片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呢？大铁尺上面有六块玉石般拉住，在下桥坡的时候水泥路了，这个车轮就压在了右脚上面了，我昏倒了，到医务室又说不能看，到医院去了，医院呢鞋袜脱不下来，剪刀剪碎了，剪好以后把药水把脚洗好，你看跟着拍片，一拍片就看见老工人呐，你的脚残缺，你看四个指头掉到了，压碎了，这个肉饼子了，哦，你看好以后你也不能做正常的工作了，这我才看得很清楚。外科嘛是把血体擦擦，放在药膏，放在红药水，一包就出去休息吧。两个礼拜来换药，这正常工程吗？我就回去了，躺在床上两个礼拜，心里很平淡。你安静读圣经祷告，还有亮光。到两个礼拜以后，我的大女儿还有工人是拉着我拉到医院里换药去了。医生把纱布打开，很吃惊。就跟你说去重新拍片子，就到房车拍过来以后来问我了，我问您有什么心眼吧，我很不高兴了，我说医生，我说外科也不是内科了，那还开假条子呢，你开假条子我也休息吧，你不开我的休息啊，我是上工啊，我还给你开装个病你开假条子，他不是你听错了，在上海话他开你有信仰吧，心眼吧，我听错了，又是啥心眼了你是什么教？我什么教都不信。你什么信仰啊？我信耶稣基督。他就说：“真有耶稣，真有神。”我当时15年外科大夫，我一个奇迹出现。
他拿着片，你看连了片，是连了一百片，一千排一片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四个指头没有断掉，肉饼，那刚刚排一片子，全部整出来了，这下他能好好的，好像没有受伤一样，这不很轻松吗？我信耶稣，我一生信啊，天天给我，不给你，干什么呢？我保留着，给耶稣做个证人，他不多见多个证人。我跟耶稣看完片子，有这个道理吗？皮肤擦破的话，连个里边张口也还有颜色，这都明知道四个半都扭着了，通通断掉了，都压碎了。你想想，六块玉全，七八千块钱都有吧？贴车子、贴轮子，还压不碎吗？很清楚，你说压不碎，片子白准，你看这都压碎了，连个里边整直接整出来了。就是连，不然的我也当兵当中的，我一瘸一拐的来成了。现在你走跑了跑了吗？我比年轻跑的还要快。这不是奇迹吗？他真是耶稣是神。哦，我在你们中国，我跟主你没有吃亏。你叫我受苦难受熬炼，不是你要苦的熬炼，我要经历的大能啊！这只有活的神迹，他承认，我更承认，主啊，没有你，我怎么到这个地步啊？怎么可能出现的话，说这种刀切破的话，我们两个礼拜不一定整得完全。四个半指头都压碎了，片都白了，两个礼拜长出来，怎么可能啊？神人不可能，神就可能。一方面他要请耶稣救他，二方面要知道说，主啊，我一手里不没有白手。一个人打破了，但是信仰的正式白出去了，我没有传福音给他。宝一打破以后，他不念想起了，真有耶稣的耶稣，他不得不信，他就念去快的原意识。你不经过这些事情的话，你怎么降服神呢？什么叫一向的用特别遭遇、特别情况，你佩服是神的作为，你降服在神面前，一向起这个作用，你顺服神的旨意，人就错了。我明白一向不可，出面特别会有明白一向的什么情况。明白一切并不是高尚的事情，你要不降服神仍然是一个可怜的人。你降服神，相信你的神可信可靠，你顺服神的旨意，不和神耍别扭，不和神和牛犟，不背负神的旨意，那起作用，那真是起大作用。知道你的神可信可靠，应当顺服他，不会吃亏的，你起这个作用，一向也好，一梦也好，这起正常效用来，越多越好。我就顺服神，人会把你弄错的。我家一想要我已经很熟灵了，我就在我的工作以前，上海有一个姊妹，那是在40多岁，很祷告很追求，以后呢，常常有特殊的经历，有背题的经历。到我忽然就昏过去了，人和他没有起来一样，半小时一刻钟忽然醒过来，哎呀，我背到柔园去见过上背的，然后保罗了。我吃过生命果，喝生命水了，讲一大套，别人很稀奇的很呢。哟，这个姊妹真熟练啊，背题了。所以一到他姊妹啊，我有什么难处，你替我祷告祷告，看看主的什么旨意。他你等着吧，他搭个河线走了，倒下去了，一刻钟过来，半小时过来。哎呀，姊妹，我见保罗了，我因为你告诉保罗是怎么样，这是这样情况发生了。有的应验是不应验，特别应验的话呢，更是稀奇的很。那个话应验了，有一个姊妹，她就说她的住一间房子靠马路边，她去聚会的时候呢，要把门锁起来。这一天锁过门，把钥匙忘记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等到聚完回去了，开不开门呢？那是配钥匙不容易，通过居民委员会的配，还有很多人假冒的到那里偷东西。没有证明你配钥匙，你是不是可以逃路？要受处分。我钥匙丢了，说爸呀，到聚会打个证明，我基督徒了，不好意思，不打证明的话呀，配不到钥匙，进不到屋里去，这一间房子。我在想想，当时你很熟练啊，我在想问问主吧，他说他姊妹啊，我钥匙丢了，你去问问主，到底我应当不应配钥匙？是基督徒打证明的，还是主给我另外给我丢个钥匙？你等不等坐下来吧，他大河前走了一刻钟。我说哎呀姊妹啊，我给你问题带来见保罗了。一问保罗说不要怕，没有丢，在哪里呢？门左边小砖头缝里，掉砖头缝里，没找到看。
姊妹说：“你看，果然不错，在班长后面找。”哎呀，姊妹真淑玲啊！哎呀，车水马龙啊！问问题，他说被提了，能演。我在家把那汗回来，躺了一会儿回来了，摸我的头发，我亲亲嘴回来，你看看多淑玲的人呐、啊，影响很多热心信徒，要向姊妹们明白特别事情。从早到晚上，连夜都有人去问他。说连不说谁也不知道。你说不说的也应验了吗？也见保罗了吗？见耶和华看了，见彼得了吗？是不是呢？你这话应验了，你们说不对吗？这都是对的吧？谁也不能确定他对。文化革命开始了，打倒女工社的运动开始了，他第一个被抓起来了，关在监狱里面。关了几个月以后，因为他地区里面是个路口大台子，木台子嘛，万人批斗大会。把红布标语拿起来，批判上帝耶稣大会。信徒一看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我受逼迫了。外边一看，批判上帝耶稣大会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结果不敢信耶稣了。但命令了这地区基督徒都去参加，哪一天什么时间，不许干部衙门去，群众也可以去，万人批斗大会。这一天人很多人到，真是成千上万人的，是不是入口吗？怎么样批判上帝耶稣了？大会一开始，连个警察法警把这姊妹押上台子。这个群众讲讲看，你见过上帝耶稣什么样子？他往前面一站，各位同志，各位朋友，我向你们道歉认罪，我欺骗你，我没有上过天堂，也不见过上帝耶稣什么样子。我说你想象你，我骗你了你。现在我经过思想改造，政府的教育我醒悟了。从今以后我不再做基督徒了。哎呀，弟兄们听我有哭有笑，哭不出来声音。有什么应验过来？你不是给我讲过应这保罗怎么讲应验了吗？是不是应验？是应验的。什么应验的事业？讲不说一来了？他否认的吗？没见过保罗，没见过上帝，我得想象的，可怜不可怜？人民感觉特殊经历不可靠，是不是真被气过了？像这个姊妹啊，保罗说的，又是到恩主缝里去了，又找到了，一点也不错了，这不是真的吗？既然真的，他怎么这样情况呢？在群众面前公开否认了上帝，也是否认信仰。特殊经历不可靠，不是一想没有油，一梦油起什么作用呢？不是好奇，不是我明白很多好奇事情，我树林我高超，那就错了。要造就你，就你把你自己放弃，你的愿望，你的主张放弃，顺服神的旨意，你离开世界有缘，离开罪恶有缘，离开肉体有缘，能够爱慕主，从内心里面爱慕主。生活旧造，生活老肉体，活在基督里面，让生命当家，变成十字架，你像世界死了，也起这个作用不对。负债的话，什么超级经历都不能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这实实在在的。到81年，政权开放啊，有一天我在家庭聚会里面碰见这位姊妹，从前我认得他。他在楼梯旁边坐着，头低着不抬头。我一看是他，我说姊妹，你也来聚会了？他不讲话。我再问你，文革以前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我说弟兄，你不要问我，惭愧的很。我蒙羞啊！你真的假的呀？说我也想跟你说一来来。我真的好想这问题。你说背弃好比着，我是想背弃什么样子了？主啊，叫背弃看看吧，罗亚什么样子了？要上天去一样，保罗上三层天，我不能去吗？我和保罗一样啊。你看整天这样想回来，不然一回你回来，好想到天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就这样的，一次一次这样发生了。到110到的时候了，我害怕，主也没有搭救我，也找不到保罗了。找不到北站，我也提不上去了。所以后来我说，我不能基督徒了。但他还有生命，那么运动过去以后，惭愧，我利用主的恩典欺骗信徒了。因为我属灵，
我高超，我失败惨得很啊！那些人都不配在主人当工具。我说肉体脚里面夸他们认识我，我羞愧得很，很好的说了一点，安静得很，从来不招摇自己。又活了10年才被主接去。你看见没有？我们不能光求超级经历，忘记正常生命的成长。圣经不讲超级，有一项很多的根，我讲过的，有1/4都是一项，是预言。但预言为，并不是叫我们高超，明天比高超看见很多啊，明白天上生命的将来生命的以后的事都明白了，是可以明白的。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？你和真正爱都像但以理一样大梦见爱，就约翰他在约翰主耶稣的怀抱里面，是主耶稣爱的门徒。你看约翰所记的问题和别的福音不一样，他给你感觉深得很，我叫无病如意吗？他就不一样。他深言非礼的，他自己的原则是怎样行，他都不一样的。主知道怎么样行，怎么样行，他不去自己做，要非礼非礼，怎么办？这么多人怎么就能吃饱呢？非礼出主意了，而且你这边又怎么吃一点？我们为了力量，并不是主不能，不知道怎么样行，这样就不一样。过海的东西吧，别人说也没记得，他就记得说，主一上船，船立即到了对岸，他就吃几粒地，不要跑了，不要划了，到地方了。约翰的感觉不一样，他和主的关系亲密的很。同样是个事件，他的领会就不一样，和别人不一样。这生命深处认识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分身其实给他把启示录写出来，他并不招摇自己。我李树林，我。都在很多奥秘，不是的，因为他和主的关系亲密，主托付他呢，把这预言写出来，警戒后世教会，叫信徒们，你们看着预言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惧怕，冷淡的、软弱的，不要再爱世界冷淡，不要再犯罪，赶紧悔改，因为主派来了，起这个作用。所以我们真正看预言的时候，千万不能把脑子放在预言上面。懂得白马什么意思，红马什么意思，那个价值不大。也不能说这个4个国都什么土什么金土什么样的银房的什么，这可以知道，但是呢你不能把思想集中在那个上面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要懂得神和神的关系，但你这么神奇的给他这么多奥秘，那个他和神的关系密切，蒙神眷爱，神把秘密话给他讲了，把它讲出来以后，惊见后世的人，惊在选民，惊在后边一些属神的人，要起这个作用。我们看到呢，或者说预言怎么样，看他和神的关系怎么样，这一看的话，就是明白了预言意义了，你也不会光夸耀，我懂得罗马历史了，我懂得巴比伦历史了，那个价值不大。我懂得说什么呀？巴比伦王不过是个人，神不欺负他的话，他马上可以灭亡。你不跟你撒谎说伟大的很吗？骄傲的很。这大政不是我有能力建筑的，刚建完话发疯了，跑掉了，跑深山里去了，他大臣找不到他，说什么呢？但有人说，就是牛跟牛一样吃草，和耶路生活得生7年，等他这个真实吃到这以后，神把聪明之物给他，聪明回到王宫里，在祭司当了纪念王。其实这个预言呢，是要你不在你撒骄傲打下来，大政不是你建造的，你当王不得了，我许你，我不许可你不能当王，马上你可以当那个耶稣，和耶稣一样，要去这个作用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预言的时候呢，不能光看那个事情怎么样，要看预言背后为什么神启示给他，不启示给我呀？这个弟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这个姊妹很我明显的很，我怎么不像他一样呢？这方面去追求的话，你会更爱神，更爱神。你不去明白预言，你一看到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你不去光讲解它，你不去随便讲解，不解我知道是造就我的，启示我的，警戒我的，我不一定告诉别人，我需要告诉告诉，不需要别人我就不讲了，我讲的没什么意思了。不是好奇不好奇的问题，是和主的关系的问题。把这中心掌握住，我们再看预言的，也警醒，但不起反作用，不起副作用。正作用说明白主的心意。现在都不掌权，我可不敢依靠地上政权了。你不羡慕当官人，是不是？当官怎么样？是撒旦的工具了。你是罪也好，你是暴罪也好，你是牛也好，那是
掌握在神的手里。你不是兽，你不是王，你不是大聪明智慧，不是威权的根，你不是个野兽。但你从神中来看到，从人看你了不起，大王金头银膀背，铜腰铁腿，你了不起大天下。在神看你不是野兽，你兽性，在情世世上的一些虚荣名利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的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吸引我们的心，我们更爱主。要一肯爱主了，什么奥秘对你就不是奥秘了。里面解开，你到主里面，你到满，什么叫奥秘呢？到满子里面去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呢，把盖揭开了，把满子拉开了，只剩所里面人进不去，到底什么东西不知道。现在有心我都敞开了，这种十字架呢，满子裂开了，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什么意思呢？不懂的。这祭司没准备好，这个慢子老了，线不牢了，都不是的，不是自然原因，不是人为原因，神的旨意什么旨意了？这个十字架你和神之间的隔开裂开了。圣灵说：“有新有活的路，给直接到神面前去了。”这新有的心才明白，旧约不可能，一见神的面不可能，这太危险的很。你献上祭以后了，大祭司检查过以后说了。没有残疾，牛杀掉，羊杀掉，然后呢，把血撒好以后，你在殿外等着，大祭到把幔子挑起来，从里爬进去，然后出来说：“你回去吧，你的祷告耶和华答应了，你的愿望神祝福你了，回去吧。”到底神怎么样的？神说不说？自己也不知道。大祭司说了，相信的，成了居间人物了。你见神的面，没有圣居间，圣的居间人物，你不能见神的面。天主教教皇、教父。神父、主教、神父，他们可以见神的面，你平时都不能见神的面。把问题告诉他们，要他们替你祷告，神垂听，这个宗教制度了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把人和神隔开了。这到圣经来了，才明白哦，什么叫幔子裂开呀？我和神之间没有隔开了，我不要人做大祭替我祷告了，耶稣是我大祭司，我在和耶稣的关系好了。满足没有了，天上地上都连在一起了。神就有什么目的啊？主耶稣把救恩做成什么目的？就是把人和神连在一起。人和神裂开，越离越远，越离越远了，罪恶越多了。现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恩典把人罪都赦免了。他们干什么呢？把人拿到神面前，把神转向人，要人和神和好了，和谐了，天和地连起来了，神不追讨人了，人也不怕神了。把罪认出来以后，这种的宝血可以和神自由亲近，随时看天父啊，圣天父了，阿爸圣父了，很自然喊出来，不怕得罪神的，这是威严的很。我喊圣父是用慈爱对待我了，不是光用律法式对待我了。怎么来的呀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幔子裂开了，没有居间制度了，才明白哦，我的生命是主耶稣生命，是儿子生命，儿子和父亲还能不来往吗？这让神变成神崇高伟大的神呢、啊？他是我的父神，生命从他而来，他给我生命，是我亲爱的父亲，比肉身父母呢更亲的很。有人父母肉亲是有知道父母，但是心情他不理解。但是我神之间的话呢，我一思一念一向神知道，我一喊父啊，天上知道，有感应了。这个奥秘呢，是人不能理解。在这个生命之外，人不知道，十字架以外人不能理解，宗教更不能理解。你怎么还身为父呢？你怎么胆大呀？谁听不听呢？你也没有把握。但我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十字架里面，天父啊，喊一声有感应，好像天父听见，和我爸爸呀，和我干什么呀？因为有感应，你要祷告半天没有感应的话，就祷告什么呀？那就没有效果了。就在基督里面明白了一切。外表都打破了，人和神之间没有隔阂，没有距离了，和神亲近了，什么话都可以讲，什么事都可以告诉主，主的旨意不想被隐瞒了，我祷告错了，我的意见不对，我应该改正过来，很自然就明白了。因此神的奥秘不要去问这个哪个，你祷告主，我需要这个奥秘，你不要祷告我也启示给你了，你不需要的话，你其实我主的佛教你知道，你不要勉强你猜想什么有什么意思，你的顺服主的旨意活下去，到时都需要明白，你都不求的话也会明白，有这个明白不是你明白的，你好奇的问题是你叫你人生有转变，你能够转
你和他们转着玩了，不许硬着往墙两墙上唱了。于是我看见说了民族的圣经，就是云南有民族圣经，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去，我只有刀石来了，包跟你当中来。”我们很清楚了，包跟石来，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哎，他回来怎么翻译？我去了，我大伙儿是一转弯的来，这个意思呢？我就不懂他怎么包跟石，反正是我转弯的人来。我就问他民族，你这话怎么翻译的？啊，你不晓得，我们这我们民族了，性情更厉害呢，倔得很呢，一到到南京都不回头，到头撞破他不回头的。我们不跟那胸不是你旨意，所以翻译圣经说了，什么叫圣经？你转个弯，不要硬着往前去了，碰头头碰破才往前跑的。转个弯吧，你转个弯听谁的话，你就不碰破了。哦，这个翻译真翻译好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圣经呢？是我转弯的。你想不通了，转个弯吧，不要硬撞了。你都往南墙上，你还往撞，头撞破了还往撞，你撞破也活该，也不能命的。转过来，语言起这个作用，圣经是这个意思。你转个弯了，要硬头皮撞了，打死我也不会改。你不会改吗？你可多受苦了。你转个弯的话，是我也抱起来，孩子，我不打你，我不是打你，不是审判你，你亲近我了。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你，什么奥秘你都不会难呀，我知道了。可是我不肯转弯了，是不是呢？我是犟脾气了，我做到底也不行。你到底多吃苦头，多受管教，多吃苦头。语言就起这个作用。你明白以后，主啊，我可不敢再干世界了。再去这种和世人比较啊，吃的好，穿的好，住的好，人面的光荣吧，那是假的，是空的，是危险的很。有一天好东西吹响，你的先生能把你送上去吗？你的官能把你送上去吗？你亲戚能当大官把你送上天去吗？不但不能把你送下，把你抓下拉下来了，留在地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所以要明白这个是东西意思是什么，我们就不至于在地上呢摸来摸去，在旷野飘来飘去了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话转过来说，我要讲但以理，不是讲预言，我也没有资格讲预言，我也不会查经。这主不主的话，忽然发现说蒙大梦眷爱的但以理啊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为你蒙大梦眷爱，我把一些奥秘告诉你，七十七的奥秘，这红山样的奥秘，这是四国理想的奥秘。但以理知道什么意思呢？有他大梦神眷爱了，神七十七他给他明白这什么什么意思。哦，主啊，我不要明白预言怎么样，不要明白将来怎么样，我需要的多亲近你，你也爱我，我蒙你的眷爱是最大的福气，要蒙你眷爱了，整个天地万物我都不忧愁了，我都失去我愿意，要蒙你眷在你怀抱里面失去一切。所以感谢夫人说，我要和耶稣地狱，我要到地狱去见耶稣去，这好像更深了，人不能理解了。那真的到个地步，住在哪里我在哪里，住在说不地方不去享受，这话意思我们肯不肯呢？巴不得多享受少受苦了。我也奉献奉献给愿意为主被时间被宗主的内部的一受苦埋怨，主啊我太苦了，别人老老实实对吧，别人不老实，人家睡大觉，我也听你的话诚诚实实，我倒霉了，你在哪你不公平，人不公平，你也不公平，埋怨起来了，我不要活了，我接走吧。天贵中国也好，一接着完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埋怨进来了，那么是了，你还在上次了，那更猛修了。对，总没替我祷告，我弯转不过来，慢慢转，怎么转呢？碰到十字架了，转弯了。哎呀，我可错了，错了，这不是苦，一转过来是苦啊，还是这个路，还难走，还跌跤，里面变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。先开始，我死了，我不要活，不要懈怠，还能爬起来。这一来摔一跤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为什么？我说诚诚实实的说这个难处，我应当，我不配，不看我配，我真不配，不看我配了，太好太好了，高兴。我吃亏了，主真不公平了，主知道说，你不听我的话有多少难处，听我的话不是难处是恩典。不但这个叫大文件在后边面底下两三年不要求难劳动，怎么起来？
所以他们说了，你这个眼光，我们怎么都爬也爬去了，滚也滚去了。我说没有爬也没有滚去，为什么听主的话了？吃亏不吃亏？这一个人还多了很多这样见证，一听主的话，人看是吃亏了，你也不信呀，你不吃亏了，你稍微撒个谎，我避免一点的话，见很多麻烦，真的麻烦减去了吗？可能外边麻烦减去，里边麻烦更多起来了，也摸不着主了。你的痛苦黑暗下来了，那更痛苦的很。所以主把冒昧欺骗给我们，不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比别人高尚，而叫我们更在什么能服下来，做顺服的人，听主的话，愿遵行神的旨意，放下一切，叫主之意而行。这是主把冒昧欺骗给我们的目的在这里。但是我不爱神，不蒙神眷爱，神不相信你。所以把这卑鄙话一谈了，你靠不住，你会闯祸了。你出去乱讲乱说，我见一线，我见一路，我见三那个姊妹，见亚伯拉罕，见宝，见了这么多，到真理家谁也不知道。你骗别人，别人骗你，到最后的一场空。你会赖神了，排泄罪行和主交通了，在基督里面，什么奥秘能隐藏住了？你不知道，都知道了。所以大梦眷爱是个大问题啊。亚伯拉罕蒙大福，不蒙大福了，这个福你传不到我。你蒙大福了，万国因你立后也蒙福了。是的，这哪一国的福分能离开亚伯拉罕？从他把恩典带下来，把祝福带下来了。从名义上说，生命和他有关系；从信仰说，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啊亚伯拉罕以外的人都是灭亡的人，对不对了？在亚伯拉罕的举动里面，你认识耶稣，认识神呢、啊，向神投降，愿意爱神呢、啊，都蒙恩典。怎么来的？因为人信是亚伯拉罕带出来，他的信心足足的。他以前人没有信心，他相信耶和华，耶和华称他为义，所以他把这个义带下来了，人信成义带下来了。今天你在这个他的根基上相信耶和华神，你也蒙恩典，你也蒙祝福，他的福分带给我们。今天像但以理一样，你能够蒙神大蒙眷爱，神也把一项启示给你，也把奥秘启示给你，但不觉得你夸耀自己属灵了，你更认识神，你伏在神脚下匍匐下拜，神啊，我真要穷心穷意地爱你，你真可爱，和你亲近比世上学问好得多呀，我和你交通的话比世上享受好得多呀，这话不是道理，是实实在在。我被讲过了吗？那总理的妈妈，在场的妈妈，她不享受啊，那在皇宫里享受啊，连续住了八个月，无论如何不肯住了。她说八个月没享受，我没有吃过好东西。她跟她姊妹讲，说这八个月没一顿饭我吃的快活的，那还是坏饭呐，都是山珍海味好饭呢，不是？你说老总理的老妈妈，她不是吃更好的了？我说一顿饭我都不满意。另外的是每天给我看歌舞了，一会儿歌舞团来吃个饭又跳舞的了，左右的了，我真烦死了，看不想看，听不想听，吃不想吃，要再住下去我要死了，就这个意思了。你跟他闲下去做什么呢？我有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祷告唱唱歌，比你的宴席好得多呀，比你的歌舞团好看。他迷了糊涂了，一点不糊涂，他真聪明，他里面清楚的很。我的需要不是在世上这些歌舞升神的，是什么呀？是老主交通，在基督生命里面和神有交通，这比什么都好得很。这不是唱高调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。宁肯住在乡下，不愿在皇宫里享受，这是家里吗？不是家里。一个老子没说，我去了在旷野。寒冷天气，大冰天天地当中，我跪在旷野里面，和主与交通两个小时，有心理交通，不愿在皇宫住半年。他自己说的，我说这个话真对了。旷野不是还能休息啊？天地寒冷，冰天雪地，冻得不得了。有主和我住好交通了，我也宁愿在旷野跪上两个小时，不愿在皇宫享受半年呢。这是高调吗？他明白说。和主的交通比什么都好，害怕寒冷了，害怕不舒服了，不怕，害怕野兽都不怕了。
我们讲我们还要吃饭吗？你看这你说的话把我心吸住了，也不知道中午不是说上午下午中午晚上不知道吧，太阳落了。